一句玩笑引发了一场延续七年的落蜀党争，一场派系争斗拉开了新一轮的政治矛盾。看似一场派系之争，实为一次权力的较量。饱尝宦海沉浮的苏轼，面对这场口水大战，是激流勇进还是知难而退？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康震将为您讲述苏轼仕途上的又一次选择——知难而退。
闭眼之三国时代一位非常值得敬重的名士，曹操对他的一身正气都颇有忌惮，而崔琰却因为一封信被曹操冤杀。杨修则是出身名门，博学多才，多次在曹操面前展示聪明才智，却因一个莫名其妙的罪名被曹操所杀。那么曹操为什么要杀崔琰和杨修呢？他们究竟触动了曹操哪根敏感的神经呢？敬请关注易中天品三国之命案真相。